干什么？跟我来硬的！你不走，我就跟你来硬的。没带枪就打不过带枪的。我也没带枪。今天我还就不信了。我现在就能弄死你，你信不信？你少跟我啰嗦，反正都是个死，不是被你弄死，就是回去被枪毙。那我不管，不管是真的假的，我都要走。我让你把这个事儿查清楚，怎么样？韦小姐。这个决心可不好下呀，下了就不能反悔。王先生，我看你还是先劝劝韦小姐吧。你们是缺钱用，还是要出远门啊？不用了，这兵荒马乱的，一个女人开一家咖啡厅，实在是很难很难。那不如就盘给你。王先生是个精明人，能看出来这家店我可是贱卖了，否则我也不会要。我不缺一家咖啡厅。明天最大的新闻会是大名鼎鼎的涅瓦河咖啡厅换了新主人了。我怕明天的最大的新闻不是这个。那是什么？签字去吧。好。汪先生是中人，做个证吧。在写下字据以前，一切都来得及。没什么，签吧。现在是个在逃的奸细，所以你得跟我回社会部，把这个事儿给我说清楚，然后我把何云龙给你，让你杀。哎，我就在旁边瞪着看，我看这回消息来不来，怎么来，我就不信了，俩脑袋绑一起还查不清这事儿。这跟我没关系。跟你有关系，我把脑袋伸过去让你砍，万一你刨一个坑把我给埋了，一枪崩了何应龙，我回去还得被枪毙。没准我真把你活了。所以啊，拼刺刀不是你拼掉我，就是我拼掉你，不把自己耍进去怎么叫大掌啊？你敢吗？你敢耍吗？两个脑袋给你，你到底敢不敢要？小伙子，不是我不敢，
是你异想天开。你甭管我开不开，我跳进坑里能不能上来那是我自己的事儿。我既然能把何云龙给你，我就有本事原封不动地把它给拿出来。你现在就看看你自己腰里别着胆子够不够壮，两个脑袋给你，你敢不敢要？我和你不一样，我可以远走高飞，我现在没有被逼到绝路上，我的道还很宽。对，你飞，你能飞，你飞啊，你好好的飞，我看你弟弟往哪儿飞，我死之前我就先把他给弄死，我不管，我混。但是你要把这事儿干了，不管成不成，功劳我都有这一份。行，你有本事，你还有本事自己把何云龙弄出来。你不跟我回社会部，我怎么把何云龙给你带出来？那我要看看你是不是真有本事，你得够胆儿把何云龙劫出来。万一你被我骗了，就永世不得翻身了。你放走了国民党特务，你越狱逃跑，你劫持何云龙，哪一条都给我把你枪毙了。而且你现在没有助手，你的同事们现在正在抓你，没准半道上就把你给枪毙了。我可是随时变卦就把你害了。哎，但是这是你唯一一次机会，我不管何云龙的情报是真是假，我不管这个情报是不是圈套，你只有这一次机会。不是我够不够胆，是你够不够胆。罗江的胆子确实很大，那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中锻炼出来的。当然他知道这么做的风险，但是为了证实何云龙情报的真实性，他认为一切冒险都是值得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得到消息，国民党的主力部队突然逼近平西，为了不打乱整个的作战部署，上级决定暂不调兵援助，但要求我们死守平西。平西城里混乱了起来，仍没有罗江的消息，我和孙度都非常着急。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何英农，去何英农住处。为什么？快，走吧何先生。哎，宁参谋呢？好，宁参谋有事儿，派我过来接你。哎，你是负责保卫工作的，我要离开这儿，必须宁参谋在场啊。何先生，一会儿飞机就来轰炸了，要是把你炸死了，谁来接你都没用，赶紧走吧。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情。什么？不许开枪。罗江如果要是奸细的话，他最直接的目标就是何先生。何先生要是有危险，我一定会开枪。罗江绝对不是奸细，我敢用党性担保。是不是奸细，到那儿就知道了。
都给你解释。我要开枪了。哎，坐，小松，你敢拿枪指着我？你拿枪指着我？你有什么问题跟组织谈？你们相信我啊？我罗江队长对组织我是忠诚的。别犯糊涂，先跟我回去再说。我现在有天大的麻烦，需要你们帮助我。我怎么帮你？你们相信我就是帮我最大的忙。现在回社会部等消息，如果没消息，那我罗江死路一条，明天就收我的尸。如果有消息，你们就会知道我在哪。我走了。哎，老罗，罗江。刚和罗江见过面。罗江，对，平西军管会社会部的主任，我们一直有联系。你，我想让罗江相信我在帮他。你知道共产党的监狱不是那么容易逃出来的。您答应他们什么了？我和罗江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弄不明白，何云龙为什么死不了。因为奸细。你听我把话说完。如果仅仅是因为奸细，那么共产党一定会通过他来诱惑你，对不对？这个问题我也想过，但是我们每次行动都很谨慎。永远都不要小看你的对手。如果远东是共产党的内应，那么罗江就会想办法抓到你们。这家伙表面上稀里糊涂，没什么文化，可是心里一清二楚的。我已经领教了。既然远东不是共产党，那他到底为谁服务？为什么把情报出卖给共产党？这是我和罗江都在考虑的问题。为什么？只有一种解释。这不可能。当然可能。保密局让我们刺杀何云龙，可是却让远东出卖情报，让共产党保护何云龙。由此看来，何云龙带给共产党的情报是假的，让我们刺杀何云龙只是为了让共产党相信这个情报是真的。这场戏要演得真，演得像，要演得血淋淋的，要死人。我们是被派去送死的。我不相信。相信不相信一试就知道了。罗江已经答应我把何云龙放出来，让我刺杀他。你马上把这个情报向上级汇报。如果这是个圈套，那么共产党就会得到消息；如果不是圈套，我就一枪打死何云龙，完成任务。可是罗江为什么要冒这个险？他必须冒这个险。他是偷着把我放出来的。他现在已经被共产党隔离审查了。我告诉他我要离开平西了，这是他澄清自己的最后机会，也是他弄清真相的最后机会。他被逼得没有办法，只好答应我。您为什么一直瞒着这些事情？我怕你不相信。我确实不相信。您跟共产党有交易，这是不允许的。不想让你们白白的送死。你先在这儿待着。我们到这儿干什么？等冯博元来杀你。嘿，你上哪儿去？放心吧，看把你吓成这个样子，有我在，冯博元他杀不了你。你没听到空袭警报吗？不用冯博元来杀我，飞机就把我们炸死了。那你出去，你出去也一样死，你还不如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。这里是孔庙，没准还能保你一命。哼，愚蠢，愚蠢。我告诉你，你说话可老实点，别把我给惹急了。啊，明天，明天
再一个明天，一天接着一天的密布前进，剩下最后一秒钟的时间，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是替那些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。熄灭了吧，熄灭了吧，短促的烛光。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，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拙劣的伶人，登台片刻便无声无息地悄然退下。这是一个愚人讲的故事，充满了喧闹和骚动，却找不到一点意义。哎，你白话什么呢？莎士比亚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活得挺有意思，理直气壮。由于你的愚蠢和固执，我们会死得毫无价值。何将军，我不懂什么礼貌，我也没学过什么洋文，我也不知道你刚才说的什么沙什么牙，但是我不一定比你傻，我敢打赌我不比你傻。我不知道刚才你说的什么沙什么牙，那是因为我根本就没学过，打我生下来开始，像我这样的穷人就进不了学堂。所以不管今天我们是死还是活，我只知道等解放了全中国以后，像我这样的穷人都能进学堂，这就是意义。你现在开始把嘴给我闭上，别老在那儿犯神经病啊。哎，我们的飞机要来了，道别吧。任务完成之后，我就离开这里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再见。不，我希望是永别。我们不见面，对谁都好。做我的助手，你不配杀他。孙主任，您在吗？快进防空洞吧。如果罗江，如果你决定相信，就不要理。你先去吧，首长不去，我也不去。
我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什么？现在所有人都在防空洞里，即使有消息传过来也被耽误了，传递情报的人也在防空洞里，所以警报解除之前不会有消息传过来。公司一艘船要走，你们呢？哦，就直接到这个地方找老刘，就说是我托他，啊！快快快！那就快走吧。我找不到他，他过来找我，我不能让他找不着我。你知道，你这是送死，你知道吗？何姐，你听我说，他要想找你啊，警报解除之后会找到你。你走吧，不让你在这儿陪我了吗？
枪放下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正用枪对着你呢，你把枪放下。我数一二三，一、二。我冒死跟你合作，你就这么对待我吗？啊！你放屁！你跟我合作，你不从大门里来，你鬼鬼祟祟干什么？你也没真心的待我。你干嘛躲着我？我傻呀？戳在那儿让你打？告诉你，冯博元，我刚才一枪就可以把你给崩了。现在这个坑是我给你挖的，我一枪崩了你，我可以踏踏实实的等我同志们。念你是个好军人，念你有情有义，念你有一副好脑子，我不杀你。别忘了，我可是帮了你很多忙。你出来吧，我不想杀你，我只想要何英农。我也念你好啊，谁帮了共产党，那共产党是不会忘记的。你念念我的好行不行？你可是一直机关算尽要抓我，你这话说的真伤我心啊！在学员班里，我跟老娘们似的跟你苦口婆心的聊，为什么？啊，还不是为了你好？那营里边最差的战士，我一聊才半个小时啊！我一宿一宿的跟你死缠硬泡，顿顿给你吃肉。那营级干部一个月才吃一回，王八蛋，你还真想开枪啊？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？你根本就没有枪。放屁！我没枪，我没枪，何应农没有吗？德国造的，勃朗宁。岁数大了，杀不过我，你还是把枪放下，咱们好好聊聊，怎么样？带我去见何一农。兵不厌诈，你还记得我抓你的时候，你告诉我有一枪在指着我，妈了个巴子，害得我在地上趴了半天。嘿嘿，不开玩笑，咱们坐下好好聊聊。少废话，带我去见何英农。走。是黄埔几期的？黄埔第十一期的。听说你要杀我？哼，老子参加过东征北伐，抗过日负过伤，为国家为民族我出生入死，你要杀我？你还
还算个军人吗？你是叛徒，你已经不是国民革命军的军人了。革命军人，民不聊生，贪污腐败，这也叫革命？说得好。你的人还没来，根本没有人故意通风报信，没有什么圈套，他带来的情报是真的。也许他们已经到门口了。是吗？放心，我保证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。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军管会社会部主任，你拿什么保证？我就是劫大牢，我也能把你救出去。我提醒你们，我们可能都忽略了一个问题，今天晚上有空袭，即便有人通风报信，也可能耽误了。对不起了，何将军，我不能等了。你他妈真开枪啊！我跟你讲过多少大道，你一句都没听进去。我们是一定要解放全中国的，没有任何人、任何力量能阻挡得了。新城，换个时代，换个地点，我不跟你交朋友。让开！别逼我开枪！放屁！换个时间，换个地点，谁跟你交朋友？你他妈就是个狗特务！今天老子来就是来抓你的！你要敢先打他，你就先打死我！但你想一想，打死我们之前，我就有人会弄死你弟弟。我弟弟呢？这事儿过去了，我亲自跟他交流。你再给我五分钟，再给我五分钟。你们是怎么来的？梅姐通知我们的。你看，我说对了，整个情报站就是一个圈套，军统他们故意通风报信，每次我们都能阻止刺杀何云龙。罗江，我弟弟呢？你答应把他交给我。你弟弟不是蔡耀民，你弟弟就是他孙渡。你胡说！进来人！孟博元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梁志远。闭嘴！警察，别乱来！别乱！告诉我，谁是志远？告诉我。
我们被耍了，完全被耍了。所有死掉的人连同我们都是牺牲品。看到那些军队了吗？是谁让他们来的？是我们的伤心。别紧张，幻灭无助，这是一个无情的组织，它庞大严密，无所不在。他把你推到了悬崖边上，让你跳下去，你该怎么办？离开，隐身。他已经把你搁在悬崖边上，你不跳，他就会把你推下去。为什么偏偏是我？为什么要有这个计划？我们都是党国的军人，我们都是同事，在保民局的走廊里碰到了，我们还是要打招呼的。谁都不应该被选中，这个组织疯了。先生，您会怎么办？我有两个选择。生活在这个时代，要不停的选择。第一个选择，我可以向罗江投诚，但是我是军人，这不是我的原则。第二个选择，我可以做漏网之鱼。如果我没法和这个强大的组织对抗，我就做漏网之鱼。还是要逃走？不，我要抓住叛徒。远东就是叛徒，他把情报出卖给了共产党。我们的组织里出现了叛徒，使得我们的刺杀计划没办法执行。我们把所有的矛盾都推给上级，让他们来决定。我们没有一点点对上级的怀疑，我们只是要抓住叛徒。我们救自己的办法只有一个，就是要抓住远东。
刻暂停。我只要你。